鞠躬步，右手掌心向前，左手掌心放在左腰间，摇臂好似臭轮转，摇20下，目视前方，尽量使手臂伸直，打开极泉穴，疏通肩部的经络，摇20下以后收回，收回的时候你要做这样一个演戏的动作，将气汇入下来，收回，然后换腿，右手掌心向上，左手掌心向前，跟刚才的动作一样，目视前方，旋转手臂，摇臂好似臭轮转，你们摇，我来看看你们动作是不是挺好的。右肩在前，右肩在前，左肩在后，前面的肩要低一点，后面的肩高一点，然后右手肘关节上提，右手的肘关节上提，同时转体，右手从右手臂从腋下向下，另外一个手在体前任脉前面向上，3 45，要求是肘关节上提，向上用力向上提，转体，手臂一直不离心，不离开身体，手背，手背一直是踢进身体，在前后左右的运动，身体不要这么上下起伏，有些人身体上下起伏，有一点人就成这样，那都不对，要求是身体是左右旋转，而没有上下的运动。OK， 我看你们做一遍，左肩在后，右肩低，吸气，目视前方，头不要旋转，这叫佛肩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，毛洗脸。毛洗脸，你们都见过毛是怎么洗脸的？毛它那个前脚爪在你上这样抓一下，这样磨一下，这样洗一下，用毛洗脸。我们是模仿它那个动作，揉脚尖点地，劳宫穴，劳宫穴对准印堂穴，对准太阳穴，对准太阳穴。右肩在前，左肩在后，1 2 3 4 5 6 7，好，你看你们，劳宫穴对太阳穴，目视前方，身体不要上下运动，1 2 3 4 5 6 7，好，劳宫穴，太阳穴，1 2 3 4 5 6 7，好，推拿搞一些手法的一定要练功的，我们学校5年制的推拿专业的本科生，我前天跟你们讲了，5年当中有整整将近2年时间是练功的，练少林气功的就一直缠，练8段锦易筋经都是比较苦的，你不练功肯定不行的，不练功你自己的功力不够，自己底气不够，一定要练功。虽然所以说对大家来说虽然辛苦一点，但是你最好能够多学一些。第4集，恨铁无环，鞠躬步，右手手臂伸直，左手掌心向前，放在右手臂的下方，右手臂肘关节的下方，吸气，同时脚两脚跟抬起，吸气的时候手向下拉，一个向下拉，脚跟上提，这个时候啊，膈肌受到和这个腹腔的胀气啊，受到一个是向下的力，一个是向上的力，产生一种力的交彻，很大的程度上刺激了胃肠道的蠕动，加强了腹内压，
对改善胃肠道的功能是非常有利的。嘻嘻。对，好，换头，换头。它还能起到吐故纳新，吐故纳新，增强肺活量。子宫部，吸气。好，我天，两手臂相靠，吸气。左手肘拳放在右拳的右拳放在肘拳的下方，同时两拳外翻，不是这样抢拳，应该是外翻，就跟那个拧毛巾一样，洗脸的时候把那个毛巾里面的水要想把它拧干，一定是使劲拧。所以我们这样握拳翻转的时候，和你这样冲拳的力度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冲拳的时候力度才比较大，你这样冲拳的时候力度是比较少的，这是一个力学原理。 OK， 吸气，同时目视右前方，拳在走前方，目视右前方，这叫声东击西，分散对方的注意力，这是一个拳术辅助动作。我要打他，但是呢我把眼睛看那儿，他还以为我打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其实上我已经打到那里，这叫野马奔跑这个动作。做完左边的膝，然后翻腿，右弓步，同样是这样，刚开始的时候两手背在右前方相对，眼睛看右前方，冲拳以后就看左前方，吸气，吸气，吸气。OK， 这些动作叫做野马奔跑，都叫在后，两脚在一条直线上，看后面的手掌心，翻转掌心向下，屈膝下蹲，看右手的劳动拳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这是锻炼小脑的平衡功能。好，收回，换腿换撑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看后面劳动拳，屈膝下蹲，好，收回。这一集，下面一集叫做抽草绳，那个两股绳，两股那个稻草在一块，是不是搓，就能搓出一根绳子出来。先子宫部，左手掌心上右，右手掌心替右，左手掌在上面，吸气。沿着这个手三阴的手臂的内侧向上，到中府云门，到这个天突前面，然后再到右边的中府云门，然后再沿着刚才的路线下去，吸吸吸，注意不发出声带是不震动的。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喉部会非常不舒服，因为强烈的气流的冲击，喉部会，你明天这个喉部会痒，哎呀，很痒的。那么经常练习呢，习惯了这样一种气流的快速冲击就没关系了。吸气，吸气，这个动作一，它能增强肺活量；第二，小腹的内收，增强腹肌的力量，使腹内压增高，改变。增强胃肠道的蠕动功能，提高消化吸收机能，此点也是两点作用，一个是针对肺，一个是针对这个手臂肘关节上提的时候，眼睛要看着这个肘关节的肘尖，
向后面的前方看，然后下来吸气，哎，收回。下一个动作，乌牛摆手。乌牛摆手这个动作呢，是比较好的一个动作。两脚分开，在九级动作当中，我比较是身体两侧的左手阳胆经。大家都知道，左手阳胆经循行于身体的两侧。左手阳胆经平时呢也很少有机会去大强度的去运动它，而左手阳胆经和肝经是相互表里关系的，肝是主疲劳的，肝主疲惫。换了肝阴以后，第一个症状就是没有力气，说明了肝脏与人的疲劳是有很大的关系，肝胆又会不会表里，所以要想消除疲劳，可以从胆经给他一个刺激，所以这些动作刺激左手阳胆经，缓解疲劳。所以像你们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，那么多病人处理完了以后，做的这些动作，做这个动作是非常舒适的，将两侧的韧带把它拉开，左手掌心向下，右手反劳宫，这是劳宫，这是外劳宫，对准印堂穴，哦，太阳穴，先向右转体，再向左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大家慢慢做啊，肚子，两脚分开。我们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右弓步，左手掌心向上，踩天阳之气，右手掌心向下。地印之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反过来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收回，换腿。外放和外气内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它呢总共是分成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热身法，热身法呢有九个动作。那么第一个动作呢是摇膀子，是右手先旋转右手臂，左手向上放在腰间，目视前方，旋转手臂20下，通过手臂的旋转，预防和治疗肩周炎。